刚才从那边下来。对啊。这一段明明这样子看就觉得油门一补就过了，咚咚咚咚咚。很难。没过就是没过，而且那个大概脚踝而已，石头有够滑的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的那个胎纹那个东西，它吃不到啊。神救援。大家好，我是 AK， 一个老公一个爸爸。喜欢我的频道帮我订阅，谢谢。我不是职业的车手，也不是懂机车的专业人士，也不会维修，更不会自己保养。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市民小姐，只是一个有一个女儿的爸爸。那本身喜欢户外活动，所以在我的频道有很多户外活动相关系列的生活记录 lifestyle跟大家分享，所以，特别要去备注这个条件跟我的状况，是因为有人会觉得说，要看哦，譬如说这个 CT15的车子的影片啊、资讯，去看日本的就好啦，非常的完整、专业，也很详细啊。如果要追求一些可能比较优化装备配件精品的部分。泰国那边非常非常多啊，很多品牌啊，很多商品。对，这些选项都是对的，也没有错。那我的立场是，就一个很自然的方式啊，自己有在使用，然后的一些感想跟心得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不会有太多很浮夸，或者是太多所谓那种。虚荣的东西涵盖在里面，这其实是我会拍影片的动力。虽然频道订阅人数没有很多，可是我也想说用这样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，因为我会很常也一直在制造这个机会跟家人互动，带我女儿出去，所以这些影片对我来说，对未来来说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点这样子。那影片的前半段呢，大家有看到，就是我们今天稍早我跟另外一位车友出游，我们也是在台八仙谷湾大甲溪段呢，稍微晃了一下。那在五关吊桥下方有一个切到一个溪底河床，那个聊 K 聊不过，我就觉得哇，可能是我技术不好过不了溪，让我觉得蛮自责的，就是怎么会，应该可以，但是过不去。所以如果以目前你如果很会聊 K， 麻烦你告诉我怎么聊会比较好过，好，可以教教我，我确实是个门外汉。当然影片当中看到我可能到我记得我大概过三分之一有点吃力，我就折返，还好有随行的车友协助，我才比较容易的脱困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优化装备的取向，我会去看人家的车改的怎么样，哪些装备是做什么用的啊，或者是最新的装备有什么，最美的精品有什么，我都会去看。可是最后我会去选择我真的会使用到的东西，那这个东西这个价钱，我还会去再做最后的 final。这个东西跟我的需求哦。要花这个钱值不值得，我会去做最后的衡量，那才会去做要或不要，而不是口袋有大把的钞票，好，只要是这个品牌的我都要，只要是这个东西有出我就买，我不太是这样子。所以在我的车上并没有看到太高调的东西，或者是比较花枝招展的东西啊，比较少，应该都是我觉得蛮实用的东西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装了哪些，优化了哪些东西。那我为什么装？
我切换一下镜头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从车头的部分开始好了，原厂的圆形 LED 灯呢偏暗，白色偏暗，所以我就也因为要补足灯源的问题，我就装了两个雾灯，它是有白灯跟黄灯可以切换，然后有独立开关的，这东西我觉得蛮推荐大家装的，因为确实不是太亮，那这跟行车安全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额外多补强灯源是有必要性的。那原厂是没有前置物架，那为了增加它外挂的功能，所以前置物架，车身中间的西装架，包含优化后座的置物架，这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取向。那前灯罩跟前置物架的选项很多，我选的这个是一体的，也就是说我花了一个钱，我同时拥有这两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我喜欢。我记得有很多前灯架有很多种造型，前置物架有很多造型，可是他们是分开的，也就是你要花两个钱才能同时拥有两样东西，但我只花了一个钱就拥有了他们，我就觉得蛮棒的，而且目前用下来我就觉得很满意，不错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再来就是龙头的部分啊，我走到那个骑乘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大致上是这个角度，有清楚吗 ？OK， 好，一定要有手机架、饮料架，然后还有这一支横杆。那因为我女儿都会坐在前面，所以这支横杆也扮演着她的扶手把，她双手就会扶在这边，然后双脚踏在这个引擎保杆上面。然后后照镜的部分呢、啊，我也听了朋友的建议啊，改这一种就是可调式的。后照镜下缘这地方是可以做调整，我觉得很方便是这个东西，它可以内弯，要用的时候再把它弯出去，调整到适当的角度，这样倒车的时候后照镜它就不会硬生生的折断，这个东西就也还不错。OK， 那刚才雾灯的开关是在这边，在这里。好，那我看很多车友都会装，譬如说档位显示器啊，或者是其他外挂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我是不用啦。骑久了之后，其实抓档位的感觉就会很顺了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没有特别需要，所以我就没装了。那原厂呢是没有中间置物架的，所以我也买了一个西装架，那配合弹力拉绳，其实在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很多很多小东西也是不错的。然后引擎保杆我也换了，倒车的时候也很方便，稍微可以保护一下车身，不会那么直接就直接冲撞击到车身。再来就是我女儿的脚，就是可以踏在这边。好，往后走，踩发的我把它拔掉了。之前有提到我穿靴子会稍微有一点点卡脚，所以我先暂时把它拆掉，但我有考虑把它装回去，然后稍微角度切换一下，就是让它往后一个齿，一个往后一节再锁上去，它就不会这么靠近我的脚。那引擎盖、引擎这个防烫片呢、啊？原厂是银白色的，我自己把它拆下来喷黑的，所以这个其实就很蛮省钱的。我之前也很失心疯啊，想说整只换一个还蛮有牌子声浪蛮有名的牌子，它出的黑色管。但我想一想，我实在花不下去，所以就自己 DIY。好，再来是后轮没有动，但未来也是会想要优化后轮跟避震器，因为整台车车身中间是在这边，但是载你载东西大部分的重量会压在后面，所以我觉得要把
后面这个避震器跟轮胎要稍微优化一下，这样子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安全，再就是也比较稳。从后方来看的话，后面几乎没有动到。那这是我之前冲浪留下来绑在车上的这种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绳子，反正就好用。搭配弹力绳，其实它的装载的能力就提升很多。然后我随车都会附一个，这个是防滑手套，不管在做粗活、细活、搬运东西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很好用。车子的右边没有动到太多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那我原本设定就没有不打算去载人了，所以我没有打算要装后尾垫，也没有打算装那个脚踏。大致上是这样子。那未来是不是会有其他的需求，然后再去优化车子的装备，我会再跟大家同步这个讯息。